大家好，我是李李。这期视频带大家分享一下我老妈养的这些菊花，现在的菊花就都开开了。我老妈她养花是一年四季都有花开，这个菊花能开好长时间，可以开到过年。今年反正有些少，明年呢准备让我老妈再多养两天。她养这个菊花也都非常的漂亮，来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我老妈她养的这些花花草草从来没买过什么专用肥，家里边养两个小狗嘛，然后她拉的粪便给它拾起来，然后拾水泡，等发酵了给它浇点狗粪水，所有的花她全都是这样用，都是用那土办法养花，但是她养的都非常的好。猫咪养花就是养心情，我老妈今年83岁了，她特别喜欢养花，小短叶花瓣的这菊花是，她已经开了好长时间了。我妈特别喜欢菊花，这两盆是，就是这种长瓣的花朵，非常的漂亮。这长花瓣的这几天也开得正好，还有两颗没有开。他们要拍的晚一点，这种紫红色的。这两种菊花是食用菊花，是可以吃的，但是我妈是不会舍得吃的，是留着观赏的。妈咪，来，嗨，咪咪。明天早晨是-3度，今天晚上呢，应该把这些花先搬进去，不能让它冻冷。在我们相爱的期间，就算海水枯，就算石头也腐烂，我的心也不会再改变。看那一朵朵菊花爆满山，见证着我们承诺的誓言，就算山无人，就算天地也相连，我的手会这么漂亮花瓣，都已经挂掉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刘姐就带大家分享到这里。